小队还有导弹军团来抢夺蛋糕，蛋糕呢可以强化自身的能力，导弹军团就是去抢夺拾取蛋糕，但是也有小心猫。你看我这被抓了，蛋糕全没了，不像装饰树可以抢回去放到自己家里，这个呢只能带在身上。但是这蛋糕也太沉了，我只是一只小小的老鼠，被蛋糕压迫了，移速和跳跃高度都降低了。那再玩把猫试试吧。遇到个小伙伴，让我买个图词试试。这一图可太明显了吧？要发动我的狮吼功吗？万万没想到，图词的春天竟然来了。在这个模式里边呢，大家肯定都在蛋糕这里。我这一嗓子，不能说全部干倒吧，但是也差不多了。这个模式罗宾汉太妃也有优势吗？怎么这么多人用？大表哥可太烦人了，给我打了也就算了，还给我打飞了，我还要自己往回走，看我不收拾你。哎呀，还抓错人了，这个大表哥你可太精了。哼，但是谁也不能阻挡我放飞你。哎呀，又遇到这个花心的粉丝了，你们看看他的名字，印证了一句话，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成年人全都要吗？不过我总算是抓到了大表哥，这个模式呢总体来说还是蛮好玩的，你们喜欢吗？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啦，记得关注奶宝一起玩游戏哟，爱你哟。